Yeah. 各位同亲，大家好。啊，足感谢恁大家加鼓掌啦！我看大家各为家己鼓掌一下，好不？因为安怎？因为有恁来参加，咱才会早一日集证，安尼对唔对？啊，所以大家都爱准备这个祝福啊啦。我看秘书长也有交代嘛吼，大家拢有听到嘛吼。咱要去参加咱的活动。你要连落去分这个啊宣传单，我啦我带队，啊你无穿服装，我讲啊你今仔日卖分吼，啊你对咧看就好，安尼你唔知清楚无？咱出去一定代表啊民政府的成员，咱出去一定拢穿服装的啦。拢穿安尼啦，啊！佮若要出国去，我有甲大家讲过，伫初级班呢讲过，若要去参加十二月二十的，啊，若爱这个西装，啊，佮爱一顶帽啊啦，吼，爱佮一顶帽啊。啊，这帽啊，甲徽章，咱这个所在拢有当买。啊，这个服装啊，我昨才去家乐福看过。啊，两千外块，三千外块，啊贵啊一束呢，可能咧换季啊咧款啦。吼，啊，所以大家会去看家己经。看迄个资料，啊！你爱偌济，你就赶紧去买一束穿咧。啊，那九月有美国的贵宾要来，你要入场，那是爱服装。哦，啊！你若无服装，歹势，因为无你都要邀请卡，啊，无你才袂得入去。好、哦，最爱甲大家讲好清楚。啊，佫有一点，后礼拜咱是职前训练，啊，我足重要，要来教恁一挂，请一挂专家来教恁一挂，啊，咱要做官员应该了解的国家医生的心脏。啊，佮有一挂杰出的啊，伫社会认为讲哦，伊是一个啊学者，一个专家，的人员拢要来甲恁上课，所以恁即马爱赶紧去甲州长报名。啊，有诶讲啊，我高级班过啊，安那之前训练虾米时阵要佮开？嘿，有当时啊吼，无一定啦，主要我咧副值班的啦。啊，但是值班的大家同学有诶讲，啊，我到初级班也未过边哇。你若是来先受信，考试通过，那当然你初级班过来上一个，咱我会发啊受信啊资格证书啦。啊，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知影，因为有诶安怎，为外国转来啦，啊讲啊，咱伊国去班上了啊，啊，则无可能之前训练无法度训练着要安怎？啊，讲就讲好啦，无伊会使阁留一届。啊，伊有当时啊讲啊，我初去班都无上过，啊，要安怎？嘿呐，爱甲大家讲互清楚吼，就是讲你会使先来上。但是你一定要
咱拢有考试，后回吼、哦、有考试啦。吼、哦，后回会要做后礼拜要上课，这个迄、那个职前训练啊，拢有考试，等于是真正的啊，考一些啊比较专业的，所以上课都唔像即马较轻松啦。因为即马有诶后边，我咧讲，啊是我咧讲，伊要手要伫遐咧耍。吼、哦，伫我咧看，家己咧看，家己诶资料，也是咧看电脑。吼、哦、啊，所以我即晚要甲你讲，就是你若是咧之前训练啦，咱迄种全程录音，咱迄个摄影机不是值得对我呢？摄影机咱伫第二教室是全场伊安尼摄呢，啊你也去互翕到，你无咧做笔记。啊！你拄啊，还阁来一摆，所以大家后礼拜要来上课，大家回去啊，精神较好咧，啊，家己身体调养一下，莫来讲坐伫遮咧上课，就咧读书，哦，安尼就无学到啥嘛。所以讲有这个考试，啊，考试我有这个。效率啦、啊，大家都较认真嘛，爱写笔记嘛，吼、哦、啊！你笔记，必须听讲啊，笔记有加分嘛，啊，这那是哦啊，大家安尼认真听啊，有加分嘛，啊，你精力又好，吼、哦，你诶生活气质表现又好，搁大家爱穿这个服装来参加呢，这唔知大家知影无？知吼，啊知，恁就大家己赶紧去传吼。唔知啊，你爱甲讲哦好哦。无伊来，我讲诶、欸，我为高雄来啊，我要来参加一下。啊，歹势，因为你着服装都无整齐，你免来参加。这爱交代好清楚，因为咱遮诶东西嘛，有诶无了解。咱毋是散散诶一个团体呢。甲散散的团体无共款，因为我讲过啊，我带队去日本宣传单的时啦，有一个讲副州长啦，欸啊副州长啊，哪会咧穿运动衣服啊，穿布的啊运动衣服，后壁拍一个背包，都毋是要去登山，要去旅游讲。啊！我看到安尼，我甲讲啊，你今仔日休困啦吼，啊，你卖笨啊！副州长呢，迄是早期啦，吼、哦、啊，所以你都知啊。我第一期的，啊，阮迄阵啊安怎拼，恁我足清楚。出来庙事，安尼日本一届出去五六个，大家拢穿西装，看到的人讲哎。欸这个团体无同款哦，拢是知识分子来参加的，唔是清清菜菜、穿天拖啊，伫遐咧分宣传单，所以咱无同款，咱一定爱把咱的形象，我爱做出来啊。恭喜哦，大家啊，今仔日啊要结束啊，哦啊后节啊秘书长会阁甲恁讲一个话啊，我现在就是要甲恁，你大家互相探讨啊，是这个问题啦，因为我哪会要甲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看。有的咱的政府官员，无一定大家拢足清楚公共事务的啦，啊，无一定大家拢了解这个成本的观念嘛，唔只会有做以前所做的代志，无论是倒一个政府咧做，因拢。忽略了这两项，无去了解。
所以大家拢是未来诶领导者也好，啊，决策者也好，拢是面顶要带啊，咱的公务人员，要咱安怎要互台湾人民过了较好，就是一定爱了解这两种啊，这两个观念。啊，若唔知啊，拢白白无意义嘛。那个讲安尼也使换政府，和国民党做都好啊。那爱咱要来接，咱若要接，一定无共款，啊无就唔好接。实际上是安尼。好、哦、啊，这我爱甲大家。好了解者，啊，大家我爱清楚者，吼、哦，啊，咱即卖来看看这篇就好啦。咱也未讲到主题哦，咱即卖是要开场白啦，哦，啊，开场白就是讲这个公共事务甲成本的关联，是在一个政府啊在推动甲在做代志啊，关系足大咧。咱来看，这是啥？这是八月啊，拜五的啦。咱是啥？八月二日啦。起码都要编啊预算，马政府主政七年。债务增加 1.76 兆，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出世的，现在才 生出来的人要负责100万啦。你看政府这样在开，敢有咧考虑到成本的？那一般来讲，拢是安怎？收入甲支出，政府应该是爱平衡，财政支出跟收入平衡，这是个原则。啊，那输您咧，您家己思考看卖，你的收入甲支出。恁的想法安怎？拢也讲啦，收入有10块，咱可能用咧5块、6块，要若存3、4块，存咧紧急要用，唔叫他用，是毋是安尼？啊，这就是叫做啊，咱一般人民都是量入为。出，啊！那政府啊，应该唔免安尼啦，收支平衡就好。啊，这是太过超过啊！这伊执政七年呢，1.76兆呢，收入来搁出去啊无够，啊搁借钱来咧开啊。开无听的呢？你看以前遐政策花薄啦，开偌济钱啊，开开的板板的啊，都无去啦。你唔着讲有迄个开的，那个啊，从高雄咧开试运会，伊最少呐要起一个啥，迄、那个运动场，要伫遐，要。拢会使用哩，吼、哦、啊！这就是予大家去思考，所以讲一定爱了解啊！你欲公共事务，一定爱了解成本的观念。安尼，咱阿伯咧执政的时啊，咱的原则那是讲，迄、那个收入甲支出是平衡啦、啊，袂使去借钱。先开啦！啊，这咱人民
家庭也是安尼，你若借钱先开，你若发生意外的代志，你是安怎？真正就无法度啊！啊，有诶，就那无人补助，啊，你就害了了啊！所以咱大家等于伊未来要做官员，爱去想到这些代志，所以这个是咱做开场白，互大家了解，咱要去。换政府，咱要做政府，咱就爱有这个观念。后来，今日要甲讲的啊，探讨就是什么叫做公共事务，爱予大家知影。啊，甲来啊，甲成本啊，甲来管理成本。吼、哦、啊，成本啊，管理的重要性，过来了解成本管理的观念。吼、哦，啊，即公共事务。决策常忽略的成本，好、哦，这边安尼大概啊，好、哦，大家清楚这里，好、哦，这是很概念啊，一个概念。啊，那真正要讲，啊，干那讲一般啊，哦，做公共事务有诶，都要三学分，都要讲啊，一学期啊咧，诶、欸，啊个成本观念起码。你若干那讲这个观念呐、啊，你最少拿爱两个学分啊，一学期啊，所以讲要讲，咱拢提足简单，要予大家了解就好啊。啊，以后那要搁深入啊，再过来进一步来探讨。咱千万别讲这啦。啊，咱无一定爱抄啦吼，啊，你要抄也好，啊，会使扩等于我这算讲版权是咱啊台湾民政府所有吼，啊，唔要紧吼，你也要啊会使扩等于。咱即马要甲大家讲，公共事务是啥物？啥物叫做公共事务？吼、哦，啊，咱就是公共事务，就是要做啥？为了解决人民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社会福祉，保障国家安全，上重要是安尼啦。这啊叫做公共事务啦。啊，那唔是安尼，员工唔是公共事务啦，因为有诶以前的政府啊，啊变政府讲。啊，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就是人民是主人，啊，公务人员是打工的。啊，马政府佫无啥共款嘞，马政府讲，因政府啊，迄官员啊，因要做安尼就做安尼，人民无欢喜，出来行街路。伊讲啊，恁哪会出来行街路？啊，恁都管恁的代志都好啊。恁一点死老百姓，你们就啊卖官。政治不是大家能够玩的啊！啊，这是高等啊中国人来玩政治啊！你们死老百姓就是啊，就是。底下干呐纳税就好啦，戆戆啊做纳税就好啦，其他听阮来做啦。啊，所以唔只即个少年的挡袂掉，唔只全世界轰动起来。全世界三月三十，整个美国、加拿大、啊、澳洲、纽西兰、啊、英国、日本。拢行出来，所以足轰动的台湾太阳花的代志，吼、哦、啊！所以咱爱了解这个情形。咱即卖要甲大家讲，咱台湾民政府的宗旨是啥？就是这啦。台湾民政府的公共事务啦，是一切为百姓设想，这就是。咱的宗旨，咱
要做是要做安尼啦，啊无咱无爱做啦。所以，我常常咧讲，大家若要爱啊，等于参加咱的团队啊，你要做什么官员，你有什么专才，你家己去选。啊，去做这行，但是无认识的啦。咱咧定迄个台湾啊关系法的时候啦，咱咧啊迄个法案的时候，咱定出来，咱台湾基本法，我们在定的时候啦，有诶讲牙齿讲，啊，咱是不是要有任期？我甲讲吼，咱无任期的啦。啊，任期所谓任期，咱交代的政策拢做无到，啊，若等到任期三年了，啊才换人，啊四年了才阁换人，那这个代志，我讲无，咱迄咱啊。这个啊，无这个任期啦。政策，好哩，你要照政策去做，你无法度好做，啊，就换人嘛。我们家秘书长讲，四千个，搁准备400个，要啥？有听到啊无？搁准备400个嘛吼？要啥？啊，那无法度就换人，无法度就换人嘛。安尼唔叫法度讲。一切为百姓设想，啊无，伊讲有任期，讲迄阵仔阮我们啊众议院啊跟参议院两个在开会的时候，两院所提的意见不一样，啊也讨论这边通过那边啊不通过啊，再提出意见啊两面。互相往来啊，互相讨论，到后来找出一个啊合理的，因为咱无表决啦，我们没有表决的哦。是安那无表决的，大家唔知知影无？是怕中国那种四手大会那种出来吗？那个不是的，我们也不是拍手大会了，我们投票不是拍手，我们第一届参议院第一届完成的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那个法案写好了，来来去去三回到美国去，回来再由参议院通过也不是拍手的啊。起立了，认为我们这种条件可以起立，我们不要模仿啊中国式的拍拍手就过了，没有这样。你有意见提出来啊，通过啊，大家赞同起立通过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哈啊，我们什么法案？也经过多方面的讨论啊，然后来决定。我们不是单一的国会，我们是国会里面是两个，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啊，参议院啊，众议院提出的案子要给参议院通过。啊，如果参议院再修订，再送到众议院来。啊，众议院如果也同意，那也就通过。啊，如果不通过，他再修订，再送到参议院。不是啊，我们这边的立法院啊，都为自己的利益啦，来设定啊，他们大家的利益啊，通过啊，大家都通过。我们不是的，两个啊院来，有时候。啊，众院提出的案子，
参议院不通过，啊，不通过的话就又丢回去，类似这样，所以会比较客观，不会自毁啦。大家晓得自毁吗？啊，自己把条款定一定，自己有好处。早期说立法委员当一届或是两届就可以当律师了，你们不知道吗？就是早期的，就是这样啊。去查，我讲的是我负责的，怎么会没有呢？我本身也是教授，我也不是。你们可以去查我，大家可能也不太认识我。那个刚刚打出来那个张文彦哈，您加两个字就好了啦，加教授啦，可以找到我的资料啦。所以我们出去发传单都是高等知识分子，都不是说请签投爱啊，自己要看重我们，自己要重视我们，我们出去讲的话不会乱讲啊，我们上课都有录音的，美国也在看，中共也在看，都在看哦啊，所以给大家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要当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啊，你一定要做到啊，一切为百姓设想啊。如果你这样去做，就没有问题。我们很欢迎年轻的、有专业的都来参加。哦啊，这个要告诉大家回去啊，宣传一下，叫他赶快来收信。时间越来越近，说不定啊，张显耀去看不应当看的、不应当了解的事，这个事是一个问号。美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赶快准备，是不是？美国也告诉他说，你什么时候要走啊？啊，他已经知道了，说不定把这个信息转出去也不一定啊。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哎，大家思考哦，去这个考虑这个问题哦。我想哈、哦，我的时间哈、哦，好，你哦，讲小声一点是吧？好。不是，你有问题要问我哈，因为我到2:20，好啊，剩下来的有休息的时间哈，个人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哈，好，因为我要，因为你看差不多要过了半个小时了，第一面都还没翻过去，不好意思哈，啊，不好意思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成本应当什么叫做成本？成本大家一定知嘛。大家来这边上课要不要成本？要啊，这个成本要怎么算？每一个人的成本都不一样，因为你到这边的方式很多啊。我来上课我是坐高铁在这边再换计程车来的啊，我从台南就这样跑啊，这个也是从第一届到现在，感谢大家了哈。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了解哈，就这个所谓成本呐、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都没有关系，字面上大家看都知道嘛哈，成本跟支出。我要讲一个美国国防部的啊。成本的观念给大家，你回去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说不定你来上这个课，回去以后你思考这个问题，你会省很多钱。我们美国啦，国防部啊，每年啊都要编很多的预算，
奇怪，国防部自己在检讨，为什么美国国防部的预算一直在增加，没有办法减少。他后来发现一个叫做产品寿命周期成本，产品寿命哦，啊，有的时候生命期间呐、啊，哎、啊，周期啦、啊，周期成本。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说，因为他研发出来的武器，他当时在研发的时候是考虑什么？命中率啊，考虑他要很快啊，很准，他事先考虑，没有考虑到维修了、维护了。所以说，哎、欸，他研究出来，哎、欸，这个啊很精准，但是维修的成本花得太大啊。有时候，哎、欸，武器不是天天在打呢，要用的时候再打呢。一直维修维修维修到四五年以后的话，可能这些成本花得太大了，所以他们想了这个问题，考量这些问题。所以你如果你是企业的大老板，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回去你们那些机器啦，那些再讲一个更简单的例子给大家思考。有的去买衬衫，或、哦、衬衫我们要去看，我们只要衬衫是2000的也有，300块的也有，100块150块的也有，是不是这样啊？你要去买什么啊？买2000的啊，是不是穿起来都一样？当然你要牌子要给人家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就使用上都是啊，洗是不是一样啊？有的是，有的时候啊，那个有的买的比较便宜的，洗几次就不能洗了，这个等于是寿命周期嘛。哦，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啊。我这个买的比较贵的啊，1000块的，哎，可以一直洗，可以用了，都可以用，用了差不多10年，啊，也不会坏。啊，如果买150块的，啊，洗差不多10次就要坏掉了。哎，到底我们要买多少的？类似这个叫做产品寿命周期，连维护费用全部要算一下，哪一个加起来的寿命加起来的成本最低，那我们去选择。这个这样清楚吗？简单的是这样了哈啊，我们再看，给这个给大家认识一下啊就好了啊，这个给大家认识，这个就是成本呐、啊，成本就是支出啊，支出就是成本。那有一个叫做资本支出，资本支出了、啊、就是没有耗用完的啊，后来都变成我们的财产。那这个叫做财务状况表啊，有的可能有的同心说，哎，财务状况啊，财务状况表是什么呢？以前啊，我们1003年以后啦，我们都采用国际财务准则，所以没有资产负债表了啦啊，这个财务状况表就是资产负债表了，这样清楚吗？有的早期有的学会计的学啊，那个商学院毕业的，现在资产负债表要改为什么？财务状况表啊，这个这个是最近哈、啊，我们改这个哈、哦，这个。资本啊，这个收益有相对的转到费用，没有的就啊到损益
啊，这个就是综合损益表，综合损益表，这个就是依照国际财务准则啊的财务报表是的名称有稍微变动一下啊，这个也给大家知道啊，你们来上课，你们回去也看，有的人也都并不很清楚啊，哦，这个给大家知道就好了哈。那个我们再来讲认识成本进而管理成本，那因为这个里面啊，如果成本考量啊考虑上啊不当而忽略了，那可能导致决策上有很多不利的经济后果。那这个很明显的那个合适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电，我们这个是不是政策？就是啊，就错误的政策啊啊，就是也等于，当然我们在这些都要考量啦，那么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啊，还是外在条件的因素哦，连我们的废料要摆哪里都不知道哦啊啊，还要做嘛哈哦，那个合适的话就是这样嘛，大家清楚嘛哈，合适那个我们是不是合适的有没有合？可能那没有给资料哈，没有给资料啊，没有关系的，我也有给资料哈。那么再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成本管理的那个啊重点啊，就是说成本广义的。就是支出、资产、费用、损失。那么依照那么公共事务的啊观点呢、啊，这个成本有先天的限制。我们的国家是海洋国家，那我们资源一定有限的，不能跟澳洲比。不能跟南非比，啊，不能跟中国比，啊，这个天然资源是有限的，哦，那决策的拟定的时候啦，都也要按照啊决策的程序，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目的，采取的啊行动的过程，哦，这个就是这个要给大家。知道，所以说我们先天有限，像新加坡是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当然是比我们小一点。我们可以考量它，它什么做得很好？国民住宅，国民住宅他们那个都可以买得起啊，都可以住得起啊，而不是现在用什么用合意住宅。为什么早期都用国民住宅，现在用合意住宅？思考这个问题了。合意住宅可以卖贵一点了，国民住宅卖便宜一点。而他，我要解释的话就这样嘛，合意住宅嘛，啊，他这个那他可以划地呀、啊，啊，等于在圈地一样，啊，把人民的土地。小小啊，买的吧，啊，再来讲啊，来合宜一下，啊，办一个住宅，高高的卖，好、哦、啊，再来就是啊，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目标在，如果依照企业来讲，就是获谋求啊，那么价值极大化嘛。等于获得最大利益嘛？那国家的政策是什么？一定是要国富民强啊，民众最大的幸福，不能说啊，年轻人都买不起，这样不对的啦。
那啊，在那个时段，我结婚的时候，我也去买一个国民住宅，啊，跟我太太，哎、啊，当时的国民住宅，我记得印象里面是三四十万，应当是三十几万，啊，就在永和那个啊志光街那个附近，啊，这个买得起吗？公务人员买得起吗？啊，刚刚学校毕业出来啊，工作三两年啊，可以买得起。啊，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可能？都是什么？都是财团在炒作，所以一直涨价。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政策说，18岁以上的男女，家长没有两栋的房子，我们政府要分配给你住。这个是我们的政策。啊，当然，那些财团听到我们，他皮皮抓。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这样才能够啊，使老百姓能够有最大的福利。啊，不是这样，有的真的是年轻人都不敢结婚。啊，那个也买不起啊房屋，所以这些啦，我们要给大家去了解哈啊，决策者来执行过程的使命啊，那这些啦，我们最重要就是使人民过得更好。可能早上秘书长也讲过。我们老人年轻是多少？800美金，对不对？啊，先行者，大家都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多少钱？1200。那这个老百姓他们听到也会反对啊。他说：“哎，你们又回来了，等于是跟什么？”那些啊，国民党啊，当时候来的啊老农民一样，我们只有革命先行者是这样的优待啊，其他不是革命先行者，我们还是照800块嘛啊，所以说，因为你来参加，你对啊台湾民政府有贡献，来。以后只是给你们好一点待遇，这个是必然的。哎，不是以前就有这样，现在到人民看病也不要钱啊，住院也不要钱啊，农民要不要？都不要啊。哦啊，以前过来的，哎，电价还可以怎么样打折扣的，很多啦。所以要讲的话哈，啊，我们都会一律平等，但是。革命先行者啊，当然我们也要奖励嘛啊，这个给大家啊去思考这些问题哈、哦。那么再来看看这个啊成本管理啊的重要性呢、啊、我们可以说依照管理制度啊，它是从来定定决策、规划、控制、考核啊，然后再回过来啊，这些依照那么管理啊，会计的功能啊，那要做这个啊，决策啊，拟定的时候啦，都要做分析，哦啊，然后这个规划的时候也要有预算，哦啊，然后再有定定这些责任中心，哦，利润中心呐 啊这些责任中心啊，然后再来做这个绩效报告啊，是按照这种程序在做的，
那我想时间上还有五分钟了，我把这些呀、啊、都给大家自己啊抠回去看了、啊。我要啊讲比较重要的啊一项给大家知道，给啊给大家知道啊。好了，现在这个我不讲了，历史这个我不讲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应当大家会知道，要了解就好了。什么叫做固定？什么叫做变动？固定的话，好像我们啊，在这边的教室，如果没有用，要不要付租金？也要嘛，啊，这个就是固定的了。哦，你没有用，都要付啊，那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固定成本啊。变动成本就是什么？变动成本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啊，你们来，你们吃啊的钱所花费的这些钱，剩一个一个一个多增加一个啊，都要付一点吃的，所以这个叫做变动，这样清楚吗？这个固定跟变动要搞清楚啊。这个有什么用？固定变动啊啊，我们要去了解它的动因呐、啊，了解这个动因哈啊，这个给大家去思考啊，我也不讲哈，啊，来，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攸关跟无关呐、啊，什么叫做攸关？什么叫做无关？啊，攸关就是大家来这边，从家里面到这边上课所花的费用，因为你这一次要来上课，这些都所花的钱都列为攸关啊。无关是什么？无关可以说，哎，你经过，但是你还会说啊，顺道去哪里？那些跟你的啊来这边上课就没有关啊，那些费用要另外扣除啊。可免跟不可免也类似这样啦，可以避免跟可以不可以避免，哦，啊，这个我也，前末成本跟付现成本，我们这个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我要说明的前末成本啊。如果我们现在废掉盒子不盖，全部不盖停掉，那你必须要这样考量，不做了，这些都把它怎么样作为沉没成本不算了。你不能说不做了，你说哦还要啊啊多少钱，那这样子这个成本再算下去的话，你都不做了，你就等于是沉没掉了，而不考量了，在成本因素上的啊策略上啊就不考量了。那什么啊什么时候叫做付现成本？就是还要再增加，那还要再付的就是付现成本。哦，这些啊，有的这个机会成本也很重要，有的也搞不清楚啊。简单的说，你来这边上课所花的这些钱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因为你有来上课，你以后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啊，你有机会当公务人员，这个你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啊？你今天不来，虽然你不要花这些钱，
啊，你可能再去做其他的事，两个相比较以后，哪一个对你获利会大一点，你做比较。啊，当然大家都来选这个，比较有机会以后获利更大，起码一个800块，一个1200就差掉了，是不是？好，来，这个大家知道哦，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这个都啊，大家把这几个记清楚就好了哈、哦。这五种决策啦，啊，对这些决策啊，常被忽略的成本有这几项啊，就是这五种啊，啊，要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些。最后啊，多两分钟哈、哦，告诉大家，成本观念呐、啊，就是要做好事情啊，做对了事啊，做好事情就怎么样，你的态度，做错了再做一遍。啊，再做，一直做，做到什么？做对了事，哎、啊，也要有心，啊，才能够怎么样？啊，美好。啊，你一直做错也一直做，这个态度不错，一直改进啊，一直做啊，做到啊，提升效率啊，做到啊，做对，那这个是美好啊。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啊，是啊。一切为百姓设想，就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上课最重要的是观念要给大家知道，来这边全部都是以后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感谢各位，超过了几分钟，谢谢。